这是在彝族撒尼人中流传了上千年的狮虎面具，它是撒尼人最重要的民间祭祀舞蹈狮虎舞上必不可少的道具。毕志光是当地著名的民族民间美术大师，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亲手制作过多少个这样的面具，不过每一次做起来他总是全神贯注，一丝一毫绝不松懈。在他看来，这些面具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具，它们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灵魂。这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民族，这是一片神奇而丰润的土地，神秘的祭祀，欢乐的宴享，奇异的婚俗，独特的乐器，火之韵，神奇异乡。彝族世居深山，崇尚勇猛与力量。在他们的创始神话中，老虎是世间万物的开创者。彝族的很多支系都自称罗罗，罗的意思是虎。在彝族人的心目中，老虎就是自己的祖先。相传远古时，彝族村寨遭遇了一场大瘟疫，家家户户无一幸免。一天，两只老虎冲进村子寻找猎物，老虎抬走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老虎把他们抬上山后，并没有吃掉，反而走开了。被吓昏的两个人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密林深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等他们回到家后，发现村里的人全死了，瘟疫也过去了。于是两个人组成了一家人，生儿育女，代代相传。从此一家人便以老虎为祖神，时时处处不忘敬奉。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是小麦地冲村最盛大的节日——虎神节。虎神节上，他们会选出八个男子，扮作老虎的模样，跳起一种叫“老虎生”的原始傩舞，虔诚地表达着对虎的崇敬。彝族人相信万物有灵，除了虎神，他们对传说中掌管水界的龙王老爷也格外敬畏。千百年来，彝族的很多支系一直坚守着祖先祭龙的传统。这里是云南省石屏县的北部山区，在这里聚居着30000多彝族尼苏人。因为腰间那条鲜艳夺目、精美绝伦的腰带，他们也被称为花腰彝。花腰彝每年都要举行祭龙仪式，每个寨子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悬有一棵龙树，推选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龙王。在龙王的带领下，大家拜龙树，祭龙神。拜祭过后，各村各寨还专门组织了舞龙队去请回龙神。和汉族的舞龙不同，花腰彝舞龙队的成员
除了青壮年男性，还有豆蔻年华的姑娘。这里的龙有雌雄之分，女子舞雌龙，男子舞雄龙。舞龙不仅是技术活，还是力气活。花妖姑娘却巾帼不输须眉，她们舞龙有独到之处，龙头一动，虎虎生风，一会儿倒地平舞，翻起千层浪花，一会儿长龙破空而出，荡起万朵祥云。彝族人口众多，支系庞杂，各种祭祀活动千奇百怪。在云南省文山州广西西部及中越交界处的崇山峻岭间，分布着一个古老的彝族支系白裸人。农历四月初八，白裸村寨的人们一大早就忙活开来。收拾妥当，他们纷纷奔往同一个方向，准备迎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——票公节。这棚竹子看上去并不起眼，却是白裸人没齿难忘的大恩人，也是这场庆典真正的主角。敲响铜鼓，早就守候在这里的毕摩开始诵经。铜鼓是白裸人的圣物，平时被掩埋在地下，在这样的盛大节日中才被取出使用。公头是整个跳公活动的统帅，由毕摩卜卦选出，一年一换。公头之下有八大将军，在一众核心人物的带领下，村民们围绕着空地中央的金竹苇起舞欢庆。在他们的舞步中，依稀可以看出当年围猎杀敌的场景。相传很久以前，白裸地区物产丰富，人们在公头的带领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不幸这块宝地被官兵看中，调来千军万马攻打山寨。因为疏于防备，村民们的裤子又宽又长，行进时常常被绊倒，山寨很快实现了。为了收复失地，工头下令族人把裤管割掉一半，撕成布条绑在腿上，而白裸人穿半截裤的习俗也从此延续至今。之后公头在山谷中巧布战阵，随后自己只身下山，想把敌军引进包围圈。公头骁勇善战，却在敌人快进入包围圈时体力不支，不得不躲进一棚金竹丛中。关键时刻，他急中生智，把桶帽取下扔进山谷。官兵以为公头进了山中，于是蜂拥而入，没想到却踏进了白裸人的包围圈。事先埋伏在这里的族民们立刻敲响战鼓，勇斗顽敌，最后夺回了家园。胜利后，白裸人不忘金竹救主之恩，把他连根拔起带回寨中，种在最大的一块草坪上以作纪念。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四月初八，种有金竹的草坪后来改称公坪，成为寨中的圣地，竹子也成为神物，代代相传。为了纪念这次艰难的胜利，以后的每年四月初八，各村各寨的白裸人都要聚集到公坪上举行庆典。
他们将保护了公主的原始竹林敬奉为自己的宫殿，把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称为跳宫节。经过千百年，凡有白裸后裔的地方，即使没有竹林，也要用竹子编成一个竹围，当作当年的原始竹林胜利宫殿。也许这是世间最简朴的宫殿，不过它却是白裸人心目中无以伦比的圣地。他们勇猛刚强，有多情重义，最具特色的时装秀，别具一格的爱情告白，移乡儿女青春谁做主，火之韵神奇移乡。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，在这些国际大都市，每年都会举行世界顶级的时装秀，炫目的舞台，漂亮的模特，个性的服装，引领着时尚人士追逐的目光。然而，如果要问哪里的时装秀最有特色，最具互动性，不妨到彝族的赛装节上去看一看。每年农历3月28日，云南大姚县各村各寨的彝族男女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聚集到这里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——赛装节。没有所谓的 T 台，放眼望去，整个会场色彩缤纷，花团锦簇。彝族少女是赛装节上绝对的主角，她们既是服装的设计者，也是制作者，更是表演中的时装模特。姑娘们身带数套花衣，聚集在跳歌场，在小伙子的乐琴、唢呐伴奏下挽手起舞，跳一会儿，退出跳舞场，换套新装，又来跳，一轮轮地比试着他们的灵巧、富足和美丽。我们谣传的资料来讲说，彝族服饰是700多，将近800种，就是不同秩序、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服饰服型，即使同一秩序，由于居住地方不同，人的服饰也各有千秋。在所有少数民族中，彝族的服饰种类是最多的，堪称民族服饰的大观园。关于彝族服饰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说，它与神秘的毕摩文化有着一段不寻常的联系。相传远古的时候，彝族毕摩也有女性，在所有的毕摩中，这位女毕摩智慧超群，让众多的男毕摩望尘莫及。实际上和山南朋友就坐了块围呀，就不要这个围起来。这件精美的服饰，越发衬托出了女毕摩的绝代风华，不过，也就此锁住了她的智慧。心里就认为，人心只是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在这藤的里面的嘛。所以说，把心智摸起来，那就没得以后那么聪明，就很听这个男人的话，很会为这个家庭，不是老是出口那做那其实好多呀，那其实。在被美丽深深的诱惑之后，从此，彝族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女婢魔。爱美的彝族妇女擅长刺绣，她们在大大小小的服饰上绣满了各种图案，每个人的工艺、构图、用色都互不相同，各有千秋。
风雨雷电，日夜星辰，山水木石，花鸟禽兽，他们用一根根五颜六色的丝线绣出自己对美的向往、热爱和体验。有的彝族服饰上甚至还绣有本民族迁徙的路线。黑色是这些是那种代表着土地，然后在这只是那种经济，然后到旁边有了这些线，就是我们彝族人历史上迁徙时间度过了那种大江大河。彝族女子的服装全靠手工挑花和刺绣，做一套衣服往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，因此谁的衣服多花样好，谁就会被看作是勤劳能干、心灵手巧的人。赛庄节上，男女青年彼此看对了眼，或泉边对歌，或树丛低语，姑娘吹响树叶口弦，小伙高奏竹笛芦笙，正所谓赛庄赛道日落头，打跳打道月当空。这里是被称为小桂林的云南文山普者黑。普者黑是彝语，意思是鱼虾多的池塘，不像三台乡那般可以美滋滋地挑选意中人。在这里，彝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告白还真有些不同凡响。你出来呀，月亮薄，小姑你有话呀，多你说。每年7月18日是当地彝族最隆重的节日——花脸节。每到这时，彝族村寨的男女青年都会互相追逐，手抓锅灶烟灰，把对方的脸抹黑，被抹得越黑，表示情意越深。如果不愿意与对方交往，便设法逃脱，不让对方把烟灰涂抹在自己身上，以拒绝对方的求爱。说到交友恋爱，云南楚雄一带的彝族还保留着爬草楼的习俗。一般来说，这里的姑娘到了16岁，家里就要在正房院门外的左手边为她搭盖一间姑娘房，让她单独住在里面，开始与小伙子交往。月琴是小伙子的敲门砖，小伙子先做深情告白，姑娘当然有自己的考量。阿表阿表你要哪里个呀，阿表妹阿表妹你要哪里个呀，说来就说不来你话呀，莫给小妹我不等着。几番交流下来，如果小伙子的琴艺和歌声能扣动姑娘的心扉，这时姑娘房的窗口就会放下一把楼梯。美女我来了。循着楼梯，小伙子登堂入室，有情人再续佳话。他们勇武却不乏细腻，他们热情却不失礼仪，奇特的歌舞，欢乐的宴享，吃穿用度，他们在不经意间达成了最高境界，
不是小说，全是生活。火之韵，神奇一笑。彝族人大多能歌善舞，走进彝乡，仿佛置身歌舞的海洋。这里有着千奇百怪的乐器，各式各样的歌舞更是浸润到了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这里是云南大理南涧县，一户彝族人家正在举行婚礼。虽然新郎新娘的喜服已经和国际接轨，趋于洋化，不过婚礼的不少习俗还是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。婚礼的重头戏是宴席，这里的宴席堪称一绝。桌子沿两边摆开，中间流露。宴席开始，大号唢呐齐鸣，几个壮实的彝家汉子早就等候在旁，他们是当地深受群众喜爱的跳菜大师。所谓跳菜，就是跳着舞来上菜。和很多地方不同，在这里负责上菜的不是年轻俊俏的姑娘，而是身怀绝技的汉子。有的用头顶，有的用手托，托盘里装满了菜碗。和着节拍，他们变换着各种舞姿，穿梭席间。不管怎样翻转挪移，托盘始终稳稳当当。在宾客的一片赞叹叫好声中，跳菜者神不知鬼不觉，已把菜陆续摆到桌上。跳菜雅称凤盘舞，俗称台菜舞。据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母系社会。参加南涧彝家人的宴席，就像看一场精彩绝伦的杂技表演。这个招式叫口供送菜，跳菜者的口中紧紧咬住勺柄，勺的两端各放一碗菜，头上、双臂、手中也托满菜碗。即便这样，他依然边跳边舞，轻松自如。顶尖的跳菜高手甚至能雕起一张桌子。跳菜者们相互配合，表演着一个个高难度动作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宾客自然也是全情投入。整个宴席其乐融融，大家一起分享着主人家的喜悦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一定很难想象，人世间竟然有这样一个族群，他们在吃穿用度各方面无意间达成的境界，是那样的让人心醉神迷。随手摘一片树叶，也能吹出悦耳的曲调。用细树枝做成的简陋乐器，却毫不影响他们吹出自己最喜爱的旋律，如微波荡漾般撩动人心的海菜腔，已经漂洋过海，传到更广阔的世界。而纯真质朴的彝族群众，却一如既往地真诚歌唱，热情生活。这
个热情开朗的民族，每年都会以他们最真挚的敬意和谢意，表达着对火的极致礼赞。每年农历6月24日是彝族最隆重的节日——火把节，更是全族人民的盛典。这天，在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云南峨山县的大西神山，毕摩高声诵唱《取火经》，一位长者慢慢攀上神石，开始用古老的方法钻木取火。随着木棒的反复搓转，红彤彤的火苗终于从钻木中冒出，古老的方法取出了现代之火。彝家人小心翼翼地将火种护送下山，带着增收致富奔小康的希望，分路向各乡镇传递。在南诏国的发祥地大理微山，人们在广场中央架起了一簇大火把，上面挂满了各式瓜果，感谢火神的庇佑。家家户户捧出了自己精心烹饪的菜肴，摆开了长街宴，分享美食，庆祝丰收。火把节为期3天，节日期间，家家户户燃起火把，照遍屋内外所有角落，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尽情歌舞。近些年，彝族的火把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，俨然成了一个国际化的狂欢节。他们自称虎族，崇尚力量与威严，他们知恩图报，多情重义，在陡峻的山林间，他们快乐歌舞，热情生活。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乡野间毫不起眼的小花，却不知那自然天成的纯纯花香最经久，最动人。历经时代更迭，古老的彝族一如当初燃起的那把希望之火，代代相传，生机勃勃。